你看我在他旁边哦，你刚刚在补血，我在爬他旁边哦，不动，然后我射他，补血啊、哦，有没有补血？补血，然后飞，对吧？这是一样的东西啊，一样的东西啊，只不过我现在魔力比较少，我再抓他一次啊，就去三楼了。哦，这个外挂，这个外挂，来我普砍，我普砍，你会反击吗？我普砍，你看又自补。又自补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又自补，然后这边 auto， 这个就是很明显是外挂啊，这 100% 是外挂了吧？我现在普砍哦，他就在那边自补。OK， 来那个聊天室，如果有知道怎么检举的，再私讯我，我弄这一只看看，看他会不会被锁。对，我就看弄这一只看看会不会被锁。这个很明显吧？这个很明显吧？外挂啊。我三重死的时候会飞，因为伤害有到，补攻的时候伤害没到，他就自己自补。我拼三重他就飞了，对吧？100%了，100%抓到了，他飞到我旁边，然后看一下能不能压血压死他。哦，真的是孬种、欸。我、哦、没那个没抹了，已检举，录影检举韩国外挂，看他们会不会怕、啊。看他们会不会怕，对吧？这个很明显吧，这个很明显吧，是不是？对吧？他也不反击，然后血量没有到很低的时候，他就一直自补；血量很低的时候，他就飞走，对吧？这个我们验证了。我在看能不能把这个影片做成片段哦，然后那个看看他会不会被锁。今天我就抓一个，如果 NCSoft 连一个外挂都锁不了的话，就代表说他们没有能力去面对外挂。那这个游戏之后就是机器人大战，就这么简单。对，一个而已哦，我不是说今天我检举100多个、200多个，对吧？你看输出够他就飞，输出不够他就补血，对，就是。100%是外挂、啊，对吧、啊？这个你要跟我讲说，你用脚玩你是怎样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当跳舞机在跳，是不是？你今天除了那个瞬卷以外，你还要那个补血，你一次两只脚双脚并用，是不是？刹车跟油门同时按哦，对啊，那个已经是100%是外挂了、啊。